你说直播的时候什么样的互动才能吸引人呢？刷礼物，一通飞机火箭刷下去，主播会跟你说谢谢，然后还会答应你一些额外的要求。不是新主播了，是。我想到了，不对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 我听说的，不好说。真是微信都不玩的人，知道刷礼物。沈清源，你到底喜欢什么？能告诉我吗？你送不了。那我随便说一个吧。嗯。唐鑫。啊。你送什么我都喜欢。 小慈，你把我最近的训练记录都打印下来了。嗯，以前我们在靶场都是用纸靶，所以就习惯性留下这些做纪念。现在这些电子靶呀，先进是很先进，但就是少了这么些仪式感。小慈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珍藏。珍藏是其次。 这一轮打一个二环的话就有希望了。拖把，拖把，接下来让我们揭开下一个问题，是由中奖水友比巴宝吹不破提出的。问题是这样，你喜欢的女生类型是什么？ 我喜欢的女生呢，不是长头发，然后脸很小，但是肉很多，胆小，好欺负，但是又特别积极向上。他是在说喜欢我吗？